哦，哥们儿，哦，奖励你一你台要电用脑，念实力，这你老板也奖会给你买的，励，好吧？那不用，那不用。你没有收到过奖励吗，夜魔？什么呀？我平时给他什么，他根本不要的。我们夜魔根本不缺。好吧，好吧，哎呦，好吧。你这周宁太抠了，咱就是说，连个我奖励抠都不给。吗？哎呀，不我老是。板不抠啊。啊？哎，你说我抠，我就不高兴啊！夜魔，你喜欢什么电脑？你去选。哎呦，哎呀，就不爱用电脑，非得别人不说爱出用来你才不给，爱用你就电不脑能吗？自觉我现点在电脑够吗？用了呀，再用不浪费了吗？那不一真定的，非得是电脑啊，你非得就不一定非得学我呀，对吧？我给我男配电脑，你也要给你男配电脑。那你哎，男朋友你还不需要学电我脑来呀？什我么不的，需真要是呀。你。啊。我又没有跟你讲话，夜魔，你别着急，怎么这就维护上了呢？没有维护啊，啊，你还我说不我缺电小气？脑。认识的有人说过我小气吗？啊，没有。感觉中路能抓呀。哪两个啊？哦，对面的那两个陪玩，一个选那个打野，一个选中路，是吧？打的中野是吗？对，他们应你该在是中野。选啥？啊，对，君姐，有我啥角问色，我打题野，君姐。啊？啊，行啊。不是你蓝莓怎么还要靠抓的呀？两个人相互帮助啊。不用来，不用来，这就玩不单关杀你了，事别儿了。那来，一共五个位置，你想干啥呀？别来，你想哎去呀，怎哪么？儿？你这样不说。帮你，帮你。最好是帮我啊，待会儿别来了。还行，这两个极哦，限佣单兵杀，看到有点极没？限。单杀，根本不有需要货，吧？单杀。哎姐，我又拿哎，一个。又杀了，这怎么说呢？这又怎么说呢？这谁还不会个单杀了一个单杀？你瞅瞅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我的天呐！哎呦我。哎姐，我两个了，我两个头了。回家。姐。回家哎，这把出全 AP 有一个吧。就是顺手牵羊，路过捡了一个，别慌，姐，青之刚还是你出打马野上都要不单至杀于他这来样，了。是不是？你俩现在竞争关系啊？你俩马溜的啊？我就看你俩谁拿头多了，今晚推来。推那棒，没问题啊，孤灯，好的，你就没好问好题，看着君吧。姐。那我的实力你是知道的呀，君姐。你们俩实力我都知道，但是你们俩这个碰一碰，我还真没见过。啊，今看一天也下是他脸借的咱们实这个力。周宁姐的场，是不是？哎，该说不说啊，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，就是要求你们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就行。啊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啊，这个第三让给夜魔，行吧？你觉得有什 OK，么问表演题？你赛们自俩？己无所谓呀。插个眼。啊，什么无所谓呀？啊，我们表演赛第几真无所谓呀！哎呀，好好，你无所谓，我也没说啥呀，就是给你夜幕让夜个魔第三你，嘛。是啊，夜魔你随便鸡打腿。打，我知道你实力就可以了。我们表演赛打得这么认真干嘛？都行都行。那姐我就正常玩呗，可以吧？行行行。好，你就正常玩。我在看呢，我现你在中看路他们大俩的嘴，操作，我在看。我也在看，我看这个中路大嘴连个走位都没有啊，啊，这我叫打厉对面这害种人需要走位的。站撸不就完了是吧？哎，要对什面么的泽走拉位夫一啊？看就不会我玩觉得啊，这这就，对呀，你站撸就完了呀，不然都对不起你们两个的名气。我的天呐，直接站撸好吧？直接站撸你吧。看，你看我。这么厉你害，看我不没然有走位，呢？也把他打塔下了，这玩意儿有你们什么用？还要什么？哦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啊哈！马上单杀了，某人别来啊！某人别来捡人头啊！有人都该拿拿呀，是不是？什么叫捡？哎呀，靠自己实力拿，别老是靠别人。啊？单杀单杀，越塔单全都杀，给姐。他杀了，你看到没，夜魔？我泽叫你拉什么用？斯，走位有什么用？rank 看分看。有什么用？这我想泽看拉看斯是不是比压老的干呀？妈都下饭呢。
来，你们的名气知道怎么来的吗？都是打出来的，知道吧？要把你们的这个打字凸显出来，好吧 ？OK。回播家。我出点啥帮你们呢？这老板很狂呢。君姐随意随意。随便吗？啊，随意。哦，那我就随便了啊，我可去出 AP 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不是那个这个对面两个陪玩，我感觉你现在这个老板也不是很相信你们两个的操作呀。那不然的话，为什么还要两个再来比一下干嘛？你先管好自己吧，你先别看我们俩操作了。不是我肯定得说一下呀。你老板如果信任你们的水平的话，哎，那为什么还要带两个呢？带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清不清楚？你难道比姐清楚吗？那轮得到你说话了？那说明我君姐有实力，你知道吗？这啥实力？知道啊？这怎么是实力？啥实力？点两个男陪的实力啊？哦，点两个男陪的实力，这不明明不相信你们两个的水平吗？啊？最好是。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就行啊！我对周宁尊重拉满，啊，我找一个最厉害的打周宁，这不行吗？这个对面这个男陪，你打我，啊这个，你肯定要尊重拉满呀，不然对呀，啊，我肯定要尊重拉满呀，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，我觉得，是不是？这怎么到你这个嘴里都有点，哎？姐又单杀了，怎么说？就是单杀，就是乱杀，机操。某些人操心操心自己吧。我还好，我又不用跟你们比啊。不是，我又不用跟你们比。那姐，一会儿我把这两波也刷了。不是你们两个比吗？咋了？我也要比吗？哎，不是夜魔，我感觉你好像什么都不懂啊！你平时不看群的吗？我阿凡你都不认识，还想挑拨我和我老板的关系？我跟我弟弟的关系你挑拨得开的？阿凡是什么呀？而且什么群啊？阿凡达。我又不在群里面。我小时候看过阿凡达。哎，怎么还脏兵线呢？好，咋回事啊？哎，脏的是你的兵线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姐，这个我看出来了，这个大眼大嘴的话，他打法有点比较恶劣，好吗？恶劣吗？是吗？啊，还好吧。什么叫恶劣呀？那个皎月，来上路，我给你拿助攻，你拿人头，来。你连群都不知道吗？叶凡，那个叶魔，我们陪玩群啊，你不在的吗？你原来都没资格进群的是吧？哦，陪玩群啊，我感觉今天晚上稳了呀，姐，感觉是上单。我不在，有点云里雾里的，有点不懂啊。不是，一般的话是那个助理给我歪歪派单的。你看，我又拿一个。我助理。哎，又拿一个。哎，皎月，你直接过来啊！你过来给你拿头呀。阿凡听着了吗？这是有助理的，对面这个夜魔人家有助理。俱乐部不都有助理吗？啊，俱乐部。对啊，我都是直接去约他的。那对啊，那你怎么会不知道群呢？我确实没加群呢。我确实没加群啊。行。怎么了？我又要单杀了，姐，又是乱杀。你是啥都不知道吗？巅峰榜我知道呀，巅峰榜我没上。啊？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啥都不知道呢。那怎么可能呢？在这俱乐部干怎么有人在逛街啊，姐？怎么有人在逛街啊？拿了人头不做事的呀？我这打野刀去刷一下吧，是不是？那总不能也不刷光抓人吧？哦，雷轰起来了吗？这直接就刷人呀，刷什么野啊？两个人头的皎月前期不狂刷狂杀，我这不杀了吗？不就拿了吗？又捡，怎么变又有助攻？随便怎么你拿着每个人头都有助攻呀？怎么回事呀？实力，你管有没有实力？这叫实力，你知道吗？靠实力拿人头吗？捡人头吗？为什么我每个人头拿的都是单杀，你拿的每个人头都是有助攻的呀？怎么回事呀？小月，赶紧赢了他！你这你能忍？我靠，我也忍不了他了。他说的话有点下头。下不下头？你跟你老板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是是，那行，你真的是狗咬吕洞宾了，属于是。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行，狗咬吕洞宾。你纯纯小人挑拨我们俩关系，真的。分不清好赖啊！分不清好来话。我们的关系不是你们能挑拨的，你们照顾好自己就好。行。
看你不去上路，这个大嘴巴嗒吧嗒就去了吧？这 Q 都踩不动了。不是你来干啥呀？你来拿助攻吗？我来帮你啊！你的 Q 都踩空了，你需要你来帮吗？我不是，我需不需要你来帮？哎呀，闪现！哎呀，哎呀，差点有人要当小丑了，我不说是谁，好吧？不是你干嘛？你来上路干嘛呀？要还闪现吃我塔皮？我来上路看小丑操作，不知道某些人差点闪现啃没有啃死，还是借助风暴好友。有些人来上路走半天，结果帮我拿个头，真的，你干啥？我咱俩不用比。真的。咱俩不用。哎呀，我不来，你真拿不了吧，哥们儿？那我不拿呀，你不来，我肯定不拿的呀。那你不是不拿，你是拿不到啊？拿不到。咱们说话得严谨一点。啊、拿不到，拿不到。啊，然后呢？哎，周宁，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没有跟你男陪说吗？啊？说什么？你是不是什么都没给说呀？说什么？啊，你是不是真的没有人了？你不敢给他说，你怕他不敢来呀？哎，什么不好意思，又此单发。说什么嘛？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？哎，多大点事情啊？我看看好吧。哇，啊、你竟然说这个事儿是多大点事情？我的天哪，还得是周姐呀！有多厉害呀、啊！啊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上榜吗？好了不起呀、啊！哦，姐，我确实没上榜。感觉听他们的口气，我听他们的口气，好像他的陪玩好像上榜了，是吧？嗯，那这个，你操作一下，我不猜，你已经看吗？我看不了，我看不了一点。但是一个榜，所谓，哎呦，哎呀，又接水炮了，好难受。哎，某些人又来捡，姐，又捡，姐，我又杀了一个，又杀了一个，我五个了，姐，军姐我五个了，我五个，你把你的退坡键按开看看，那个中单大嘴几个了？你五个了。哎呀，你稍等一会儿，你往后稍稍，一会儿就追上来了，好吧？哎，我又往后稍稍，你再追，追得上我榜八吗？哦，你以为我榜十吃素的呀？哦，他是榜，你榜十差我榜八多少呀，哥们儿？你看看，你把你那个榜单点开。那个榜十差榜八多少？你自己数数有多少个人头？这才几天呀，是不是？这才刚开始才几天，着急呀？对呀、啊，你都知道没几天差距就拉这么大了，哥们儿、啊，你再来几天那不更大了？禁言套餐。嗯。你看，我拿的每个人头都是单杀。你单不单杀的？我人头没拿吗？你拿的是什么人头？别着急，拿的别人拿命打出来的人头，你就丢个技能就捡了。那我丢技能你捡你也丢啊？哎，我不用那样，我一般投你几发，靠实力好吧？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，懂吗，哥们儿？哎呀，好意思说我打法恶心，某些人怎么也来恶心我？两个人还来恶心我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懂不懂？就是你恶心别人是吧？怎么这么双标呢？什么叫恶心啊？我那是帮他，他是纯来恶心我，我现在是我们队里大腿，我7-0了好吧、嗯、嘴这么硬上打，哎，我就是说双标的人嘴这么硬，我就是说你们俩谁更有信心打夜魔啊？会了会了会了，那必然是我呀姐、yeah. 那必然是我呀，我现在7-0了，我是榜八呀，榜十能打吗？榜十能打吗？他都没八在八应该是在你好像在说笑话。榜八应该是在榜十前面吧，姐，我没听错的话，我应该觉得是应该是榜八要厉害一点吧，榜八拿的人头要多一点吧。反正你俩这一把是人头一拼、哎，你们觉得？哎呀哎呀，哎呦，阿里嘎多科三八，又拿一个是吧？又拿一个人头。我这一瞅这个、哎、阿凡今天说，哎呀，我也捡，我也有实力捡啊，哥们儿，你不是让我捡吗？你不是让我捡，我马上就捡了呀。哎，姐，杀鸡用那个什么牛刀来着？哎，你看我随便，是吧？哎呀，你别了，你别了，你先去，你先去，是不是？你先去。等上学学语，等上什么鸟语了？阿里嘎多，库德伊尼玛斯，这是什么语言？哎，这人头你的我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我的。这是棒子语还是那个日本语？哎呦，皎月努努力啊，皎月！整上语言了，多吓人！管好就行。怎么还给我们这边呐喊助威了？
我们这边还用呐喊助威，你看我们随便打一打，真的表演赛不想认真跟你玩，都跟这个皎月一样的人头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尊重你，你尊重我是吧？没有啊，是吗？我感觉我又不用跟你们比，我们现在打的不是表演赛吗？你们两个比啊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啊，最好是，我感觉到时候就大锤你别狂、啊，等一下你可能，等一下你老板不选你了，选那个皎月跟我打呢，搞半天你还绑绑。哎呀，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打不了你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打不了你，只能我打你姐。你打你姐干什么呀？你打姐干嘛呀？哎呀、啊、没听过，不知道山东倒装句啊。什么东西啊？倒装句啊。我感觉你要去读点书了，你要读点书懂不懂？真得读点书啊，夜魔他真得读点书。我说实话，我听他那个什么杀青音有什么的。不是吵什么姐，我觉得姐那个，哎，怎么说呢、嗯，他怎么拿个一个说他怎么叫一个榜八，不是他怎么叫一个榜八找我们打呀，太过分了姐，他今晚存心是要你难看的，真的。那肯定要、啊、我不止、就是啊、我不仅要是吧要他难看，我还要难看的电波。哎你这榜八这么说话的话怎么玩呀、啊、你有实力就算了，你口气还这么大，真的。那我有这样的实力啊。啊对呀、啊、我知道呀。那我觉得有实力的人更加得低调一点嘛，什么这才配得到。我不用低调。你不用低调，那低调那万一那你以后遇到榜七榜六榜五怎么办呢？啊我还是黄，我你还要黄，我人生中就没有，我就是黄，我一次黄送人头。哦你还得黄。那姐你能赢500个人头就别选这个榜十，只能赢250个呀，选我呀姐，我肯定比榜十厉害的呀，我人头数比他多的呀，那肯定实力比在他之上的呀，对吧？那今晚肯定稳稳给你拿捏了呀。你必须拿捏我呀，快了周姐、哎、今晚你现在别嘴硬，到时候就剩下嘴最硬了，真的。今晚的话找一个榜八咱打，那压力有点大了姐。他都跟我下麻将了，我都替你捏把汗呀，哥们儿，姐压力老大了，真的。嗯，君君都下了我一个礼拜了，一个榜八，一个榜十，要不我能把你叫来呢？你这我天天我都不想搭理你，你可少来这套啊！你天天给我搁那找事儿，对吧？你看我平常搭理你们，你天天搁那艾特我干嘛呀？啊你天天搁那艾特我干嘛呀，那贱嗖嗖的。不是你在群里每天说啊我这个蓝培多厉害多厉害。对呀、啊、我说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，对不对、啊、我觉得这跟没什么太大关系吧。你就要看看是吗，你这不是看着呢吗，我这个这么尊重你，我找来俩，对不对，我找来俩榜上的，是不是？哎是两个榜上的。啊嗯。啊，没毛病啊！是，那我说我的蓝培厉害，你还嘲讽我呢？但是人家是真厉害啊！啊，厉害呀！我没说啥呀。但是啊，我那个、哎、怎么说呢？我从上往下看啊，看了八遍我都没看着这个榜上有你家夜魔。我没上榜、啊。不说了，然后你说你没有参，没上没上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他没空啊。你两个榜单上的了不起啊，天天讲天天讲，耳朵都听起茧了，能不能换个怎么了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也就是一个你让他上呀，没有空参加。哎呀某些人要被辅助单杀了。哎呀就这人呐、啊、就出门在外不要有那么多的借口。我单不单咋的，是不是没被人单杀过呀？这事实啊，我没有被单杀、就是、我是被群殴的，我还换了一个被群殴。哎行行行、啊，我不至于被辅助追着追追着跑。OK。矮机炮大嘴，你看我又守住这波中塔了，我又要杀人了，蹦！哎，他有 E。这没蹦着，这没蹦着。蹦。蹦、哎、你说蹦、哎、你直接选我就得了，是不是？杀鸡用什么牛刀啊，你看我是不是榜十随随便便就能打赢对面老板带来的陪玩，你多有面子是不是？主体啊，魔夜魔他说你是鸡，
哦，他说你是牛，毒物体二摸。哎，哦，不对，他说你是别让我投呀，大嘴，让投是吧？这咕噜咕噜说什么啊？这大嘴，峡谷跑步呢，中路跑步。我还是觉得我要尊重一下这个对面的这个啊，周宁周姐，是不是？啊，就你们俩今天谁人头多，咱们就谁上，这不是开局之前就说好的吗？你看得过吗？OK， 没问题，姐，我现在摇摇把我们家夜魔叫来了。姐，我看又捡了，哎呦，你又杀，你又捡，又是我打残的历史学让他跑了，你是什么眼神啊？你又杀，你自己看看那个助攻有没有中单大腿叫深渊巨口的？毙了，咱的碰子碰一下，又杀了，那就是你的呀。我不给他打字，打字只有一百血，你能捡得着吗？你估计找雷布先洗个大招，你就跑了，你就掉头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不你看你看，我现在把船长打残了，你闻着味儿，你又来了，你看你又要来了，你又要来了，哎，有小丑，有小丑，反正你过来也是一个考验，你要是就是一会儿我们正式人头局啊，你能打赢这个榜上的蓝培。打赢一场，就月底的时候那个蓝培还在榜单上的话，你就可以申请拿他这个月的奖金，知道吗？加油啊！上榜还有奖金的呀？啊，你就可以拿到他这个月的奖金。行行行，我都说了，这不叫考验，这叫挑战。我感觉那个对面那个陪玩可以晚上睡觉多垫个枕头，好做梦，拿我的奖金。我感觉你们想的有点太容易了。阿凡呐，这个榜八有那么容易吗？我帮忙啊！人家都要拿你们的奖金了，拿不了的姐，早点睡，他拿不了一点姐，真的我都说了，晚上睡觉多垫个枕头好做梦，就能拿我奖金了。哎，我双杀了姐，怎么说？我双杀了，没血了，没血了。爷，哎，别追了，没血了，你肯定没血了，你肯定要扛在前面打的呀。反杀了，哎，又反杀，又啃一口叫反杀。哎，这是都怎么让我给拿到的尊无语？哎呀，没啃到是吧，夜魔？老想啃了。没有，不需要。他每次都啃不死，每次就靠那个风暴狂涌给他垫伤害，拿人头。大嘴，他这个伤害算不准啊，姐！我跟你讲，对面这男陪打法呀，对面这男陪这个。有点细节没处理好，我感觉。哎，别老盯着我呀！我哪像你呢？我没上榜呀，那细节肯定没你这个榜八厉害呀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多看看打法，你要尊重。不是你多看看这皎月，皎月他到时候给你人头追上了，还在说。还皎月呢？别看他了，我这我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皎月等下就追上你了，可以了，你又可以上了。追你不分分钟啊，你们俩又分分钟上了，没放在眼里。我感觉你跟这个夜魔怎么有一套啊，我感觉你们俩是一家的呀，全身上下就嘴最硬的呀。可别拉低我们夜魔好吗？什么一家的，你俩不一家的吗？啊、你们仨。皎月赶紧的，赶紧追点人头呀，皎月。君姐看我操作，看我操作，君姐。哎，好嘞。又操作上了，又操作上了。哎，杀了杀了杀了，君姐。哎呀，又杀了。双杀了人家，这个也能拿下。我先闭了。哎、看到没有，君姐双杀。嗯。中路有两个头，皎月可以去拿。你能杀的，不用你指挥我。不是我指挥你。帮忙，你现在还是不要指挥别人，别刷野了。你看这个榜八，你看他这么狂，真的。对呀、啊。我就是狂，怎么了？我一次狂，年轻人不记事，叫年轻人。没毛病啊！他为什么能拉？他为什么？你又杀了、啊，你又死了。中路嘛，让给你。又躺地下了。峡谷的那个地板还是挺冷的吧，皎月？有点可惜啊，君姐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一会儿还能杀。你这还跟那个
阿凡差六个人头，你得追一追，不然今天晚上我感觉得阿凡了啊！我跟你讲干嘛？那个光别姐，我跟你讲，他拿的第一个人头就是从我中路捡的，走我中路滚雪球，蝴蝶效应，你知道吗？偷偷帮皎月，让他们两个不相上下。那我得出任务。而且他后面五来第五个人头到第十四人头的时候，全是助攻。我跟你讲，他姐他根本没有实力啊！像我这种直接就单杀的。那得出点肉了，是吧？我出输出干嘛呀？我出肉不行。能捡也是一种实力，你管我人头怎么来的呢？哎，人头你捡呗、啊。那没有人头捡怎么办呢？那你不是让姐出钱吗？让姐那啥吗？呸！来，十五个头。对面皎月才十三个呢。我个人是觉得啊，差六个头。这个光芒你还得再追追，你还得再加把劲儿，毕竟他现在只你领先了六个头。叶某，你觉得他们俩还得多练啊？再追再追一些，他们俩谁更厉害一点？啊，我啊，你看你觉得他们俩谁更厉害？都那样呀、啊，都还行吧。嗯、可以，都那样啊。哎呦，都那样，听听，他说的是什么话？哦，对呀、啊，这不先跑了。没事，君姐，他说榜上无名之辈啊，你是谁？好，我的天！哎，皎月赶紧拿头，还差四个，又捡，还差四个头。你看左边有没有？皎月上呀，上！他被泡起来了，皎月上，冲啊！来，皎月让你上的潜台词就是，哎呀，哎呀，又贴不到，哎呀贴不到怎么？啊，这抢不过吗？捡到。哎呀，你没 K， 你没捡、啊。我说那话，没我助攻吗？有你助攻吗？刚刚那个是你助攻吗？那不是大虫子助攻吗？我捡的都是大虫子的，你就捡的就捡我的。没事，我出点肉，咱们这个五个人没有出肉的。有你出点肉，有你助攻就叫捡，那有我助攻你们那不叫捡呀、啊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没有你助攻呀，关键是我有的是大虫子的助攻，刚刚跟你没关系的呀。你看那卢锡安，你拿人头的时候是不是左边有个我助攻？没有你助攻，对不对？哎，有没有助攻啊？心里清楚就行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的我在豁你一样，兄弟。皎月，你要抓紧啊！你还差七个呀。他必须抓紧啊！他倒是不抓紧，那红花菜又凉了。君姐，我再打，我再打。来，有头。有头，皎月，快来，别刷蓝了。真是，快！这一把了，这个人多好。你不用指挥我，我会玩。哎呀，又闪现 K， 又闪现一口。光芒，我怎么感觉你把这个皎月确实是没有大嘴玩的好呀？要交闪了，闻着味儿就来了。你说你吗？我跑鸡炮，我跑鸡炮，慢慢打就行。哎，又啃不掉。虽然被他 K 了，但是我看到这个预判 Q。你们身后有。我有点脆了。你看，他皎月就要跟着我，哎、你看他就抢不到，他就 K 不到，他就捡不到。哎呀，他气急败坏。拿个手长的英雄搁这显摆啥呢？他就气急败坏，然后把别人三狼给打了。两个人抢不了。拿个手长的英雄，你搁这显摆啥？是不是？出一个自然之力，我也可以啊。手长的话，哎，你又可以了，你又可以上了，你嘴可以。朱宁，我发现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夜魔实力怎么样？我暂时不清楚啊。这个嘴炮这个功夫那是非常的 nice 啊。谁嘴炮了？你说你家老八吧？啊、我就这么一说呀。啊，我就这么一说呀。你是说这个、啊、我感觉你说这个大嘴呢。对啊，君君，你说的是这个大嘴吧？对，你说大嘴，这个大嘴人家拿25个头啊，大嘴巴，对不对？人家拿25个头，他让他拿呗。你看我出这个装备，我都输肉了，你想干啥呀？真是啊，又不是我们在竞争。对呀、啊。赶紧交，我就是看一看啊，我就是看看，我也不说话。哎，你不说话，你怎么？姐，咱们没事，不用理他们，好吧？我只能说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好吧？啊、你皎月给点劲呢，皎月，把心吞肚子里。你能让这个老八这么狂吗？啊，他就贴不到，你看，他就跟着我走，没办法，
他我只有我能给他喂饭吃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你们你看他自己教玩，我会玩，是不是？你会玩，你就不要跟着我走，你就不要跟着我。我军姐能说我你们是什么呀？一直搁这逼逼，急了。哎，你别跟你有点急，哥们儿。对我也感觉你有点急。什么伤害、啊？又、哎、拿不到，哎呀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，我收下了。这皎月感觉没累啊，这皎月。你这伤害属实是带点拉满了、啊。你看，他就跟着我，他跟着我一路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他跟着我一路了。哪什么叫跟你呀、啊？哎呀妈呀！哎，又抢不过别人，这让人家大虫子给刀了啊！这让人家大虫子给刀了，抢不过我。你看姐，他抢，他抢人头都不会，他捡人头都不会。他抢不过我不说，他抢不过对面的还。我技能你说他怎么打的？他一下给 K 了。这他妈没死。不是，那没办法。这皎月还能甩有那个。你们能不能离我远点啊？你自己说的呀，你自己说的。那个 K 的倒也是实力啊。拿了。又拿了。哎呦，拿了。哎呀，这差距还是有点在。你的我从开局喂到现在，哥们儿。你差我十三个人头，你怎么那啥呀？你为什么了？你为什么了？推我为什么了？你拿的第一个人头不是我，这不是我中路捡的，我为什么了？你真是个白眼狼！我发现姐，我发现他真白眼狼。我捡了呀，我捡得到你捡不到呀，你捡不到，我捡了三十个了，怎么了？你也是捡十个？你不是都说自己单杀吗？对呀，有单杀的呀。啊，对呀，我也捡了呀。那我。那对啊，我既能单杀，我单杀实力强，对吧？我能单杀，你是单杀不了。我看能不能推了。我捡我也比你捡得多。推一下，你只能捡，怎么办呢？你没有实力拿，这个榜八你捡也捡不过我。这个榜八嘴跟借来的一样，真的着急还。就这个榜单，我发现还是有点说法的。这榜八确实是比榜十拿的人头多啊，这就该说不说。哎呀，光芒你自己把我感觉不好追了呀。嘴跟猪来的一样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话很多。对于我来说，游戏才刚开始，话有点密了。推卸，我感觉你说给姐听，姐可能真信了。但是你别把夜魔整笑了，真的，那就有点。不给推啊，对面。我操，这伤害啊，伤害是有的，伤害是有的。榜八怎么了？榜八这么强啊？我觉得这个皎月玩的也挺好呀，运气不太好吧，没拿到人头。确实，他俩玩都不错。看一下操作啊，啊他俩都玩不错，不然我能带过来这么尊重你带这俩人吗？对不对？这啊 ，AP 大嘴伤害这么高吗？好喜多了。他运气还不好啊，他三级来我中路一个 Q 就拿了个人头，他运气还不好。往下去河道，往下路走又拿了一个人头，他运气还不好啊，给我整笑了。可能是英雄吧，推，毕竟大腿要比皎月的手长一点。推，可能是。我不否定光芒啊，我觉得光芒打的也还是不错的，只是今天我也觉得他打的不错。这个，今天可能得是阿凡的局了，我感觉。我也感觉光芒打的不错，不好讲，但是这个东西不好讲，万一呢？是不是？对啊，肯定啊，那。他还得多追追我，知道吧？多练练，菜就多练。谁菜呀？哇，一口没啦！就嘴说呗。哎，嘴说你自己知道，你把你那个推波键按开，你看看我的那啥，看看我的战绩。回家，买个狂徒，这样就不用避了。这老避。拿什么追啊？拿嘴追吗？把这个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这儿在认真打，好吧？你别老 diss 我。狂徒，然后，那是不是我们还要来 battle 一下呀？不假戏，大虫子不怕控，不假戏。国芒不要气馁，你得加加油，万一呢？这个榜八嘛，有机会。榜八嘛。好的，好的，菊姐。还有机会。就哪怕今天是阿凡上，这以后也有机会，无所谓的。今天晚上挑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君姐，我可以的，你信我，你相信我。
我看你操作了，我觉得你今天操作的也挺好的，但是大嘴、嘴大嘴的这个手长你没有办法。那他这个大嘴手长、你在说什么？大嘴手长要比皎月手长啊，有什么毛病吗？大嘴手长觉得没毛病啊。那咋的？嘴长。哎呀，哎呀哎呀，哎呀！哎哎，这一波有机会，嘣！这一波有机会，嘣！哎，还炸，看到没？这可以，怎么叫？好，我的天！想炸！哎，这个夜魔很会呀、啊！啊，这一口咬的很会呀、啊，还行吧？是是有头脑非常会 K， 是是是，非常会 K。虽然说我没有上榜，什么时候？但是呢 ，K 人头这一这个我还是比较在行的，懂吗？找到重点角度了吧？头脑了呀、你小心一点。有头不吃吗？等一下人，等一下，你们俩谁跟我打，我就要 K 你们俩头，好吗？大型防 K 现场啊！先说好，那咱们先说好呗。没有正式比赛，那 K 头的话有惩罚吗？有没有？是神头局怎么了？有什么惩罚？啊，那不就行了吗？你净说那话。那我还以为你们 K 头的话，不 K 头的得罚款呢。我们只是在说战术，哦、对不对？我们在说战术，战术有什么问题呢？那你家陪玩老是说他 K 头 K 头的，我还以为要罚款呢。真的，搞得我都不想 K 头了。全身上下嘴最硬啊！我是真的发现了啊，怎么有嘴硬？你跟周宁怪不得能玩在一块儿啊！哎，你们两个，你说自己呗。啊，没有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人呐、还是分的，啊，就什么样的人就爱跟什么样的人往一起玩，像那嘴硬的就爱跟嘴硬的一块玩。那你是什么类型的呢？你给自己形容一下呗。那不关你事儿了啊，那就不关你事儿。你这么能评价一下自己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肯定有关系啊！你这么会评价的，评价一下自己啊。管好你们自己家这两个吧，想好要选谁没？你管我，管我们家夜魔干嘛？秃鹰，就是那么一说，你家夜魔嘴，哎呀，啊秃鹰，那是一点亏不吃的主，我算是甜的呀。秃鹰啊，你是不是对甜有什么误解？就是挺甜的呀。夜魔，你别推塔呀，夜魔，你都不拿头了，不推塔，甜就好。我等你半天了，他拿不了怎么拿呀？他拿不了怎么拿呀？你别推塔呀！又能拿？你是20分钟之前就在拿，截我去的，我看好你啊，皎月，你别摆烂呀，是吧？我看好你。谁摆烂了呀？你这不拿头呀？你这不拿头不推塔吗？又是我的，你看看你去杀人啊！你看这个辣妹，哎呦！你看你满血往后撤干啥呀？你老往后退，我看着都着急。我们随便玩玩，都差我们一个头。来，再给你点机会，皎月，那我就先不推了，你赶紧追吧。他趁他死了，赶紧拿几个头，好吗？来。姐看我操作姐，你这有什么操作的呀？不就是把技能按出去吗？有操作？那跟你一样，只会吐个那个大招。那我吐的准有什么办法嘞？你指向性技能，你说什么呢？拿什么装呢？那我就是准。对，坏了。哎呀，哎，着急死了！哎，姐，看我操作。观众席吗？有个大夜魔，这里是观众席吗？啊，我看他们呀，姐，不是这把看他们吗？怎么？姐，看我怎么躺地下的？看我操作。OK。峡谷的地板还是挺冷的吧，皎月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这你能忍，皎月？这么嘲讽你了，真的忍不了。吃掉，哎。他吵不吵不跟你没有关系啊，那我推塔了，确实跟我没关系啊，那我也没必要帮你了，推塔了，再见。你看我给你讲了，你看夜魔，你猜吗？我说他是白眼狼他不信，前期从我这拿着一定一个人头，我推塔了他不信。皎月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刚刚你要推塔真的。对啊，刚刚你都不推塔了，让他拿人头，他还要说跟你有什么关系。你看这种人纯白眼狼，巫术合计、推塔了，推塔了。
反正追不上。老拿那个一血说事儿，你又不是你也拿呀，我没不让你拿呀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说了不要来中路？我能杀，你来干嘛？我拿完人头你才说的呀。我又拿完头，哎，看 VC 啊，嗯嗯，你怎么事后诸葛亮马后炮呢，兄弟？还不好推呢。光芒，你可以再追一追啊，那塔先别推呗，你可以再追一追。足底按摩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沉默，招，招，叫回来。招，一个头不给你。他二十分钟之前都在说他可以的。怎么说？要不我们推塔呢？想推，但对面好像不给推。别推呀！这个卢锡安，别再说。啊，你说。他二十分钟之前他就在说姐我可以的我可以的，二十分钟之后还是姐我可以的，他得让他得平时他得让你等到什么时候呀？别这么说他，推推好吧，平时真的别推呀，你我还能追的呀，你追你的呗，我推我的呀，咱俩不是我推跟你有也没关系呀。啊，你管我推不推？塔推完了就结束了呀，我还能追的呀。你结束呀？你结束你就走呗，你这个战绩。你拿什么推啊？姐现在已经很明显了。姐现在已经很明显，你就选我呗。这个榜是太捞了，真的，还得看我榜吧，真的。一个名次就是一个鸿沟，它跨越不了，知道吗？就跟阶层一样，懂吗，姐？就直接选我就完事儿了，看我待会儿碰住这个夜魔。哎呀，你怎么？你对阶层有看法？很狂呢，你，很狂呢。他这一劈大嘴伤害是高。这个加谁手？皎月手，皎月手加了，加又没了，这加没了你也杀不了了。给人点机会。给了呀，又不是没有给他，给他机会了。你看这个夜魔都没有推了，我也没有推，对吧？没有，给他机会不中用啊。不是真的，人平时打挺好的，你不能这个欺负人家呀啊！你都榜八了，你搁这哭哭欺负人家。那没办法呀，姐，我在哪就欺负他，这叫展示自身实力，知道吗？展示自家军火库。推喽！那我哭就是推，我不推，我操！哎，水晶火了，推，推，这水晶复活证明你还有点机会。推什么塔呀？推，不推塔推什么呀？推油吗？还推哪呀？推，对面来人了，家不要了。推 A 不动，我的天！扎，你们推塔什么意思？怕我超了呗？哎呀，怕你！喂，快推，快推，家人没了，家人没了。我不推，不推。哎，我推，哎，操，一下就没了。哎，你们别推呀，我能追的呀。别说是还强，突然觉得跟我打压力很大，有点害怕是吗？就是来了来，虽然说小火龙前期弱了一点，但后期很强的，好吧？对不对？我们嘴角都要压不住了，真的。我既然选了这英雄，就肯定不可能跟他打前期的呀。嘴角就压不住了，就打后期的。这把打算拿多少个头啊？这么凶！哎呦，拿100个。行。啥玩意儿？行，两个人那种。我信了。没看懂。包信了。我信了。我们这一把就100个，简简单单的，哎，给他捡到了，坏了，这他妈是谁有吧？对不对？哎，对不对？能捡也是种运气，好不好？捡到了吗？这小黑吧，这嘴角 AK 能压得住？这压不住我 AK 的后坐力也，就算我压把都没过嘛，后坐力也压不住。那没事，那你就看呗，这不包赢的。我小伙伴还挺比较自信的，可以。这就是城市不解释，相信的就相信，不相信的爱信不信。好的，我就正常打。成功的一半，这个话没有听说过吗，周宁同学？你在听啥呀？有什么好玩的吗？那不行，你拿给我看看。我拿什么呀？你上来拿了个人头，你就说我们大言不惭？我们是拿了人头，我们才说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拿了人头才说的话呀，怎么就大言不惭了？知道你拿了不惭啥了？你捡了一个了，这
哇，好捡。用你们夜魔上把的话说，就是能捡，也是那什么，捡人头要罚款吗？不罚吧？有惩罚吗？没事，姐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插一下，哇，好走哎，帅帅帅！姐，他在送呀，这不看到，这送人头呀。他这个段位太低了，不会玩。我看到前面一级的时候，这个螳螂还上去给这鲁鲁捡。这遍地都是头，小螳螂。是啊。遍地都是头。回家买个 CD 鞋。嗯、我讨厌勇士。毙了。感觉这莫甘娜交闪没有啊？感觉倒是能操作一下他。OK。不需要你操作，我们中路要你操作什么呀？我没看，你过去拿头就完了，这管他呢。他没我操作不行啊，他。管好你自己吧，要你来操作什么呀？没事，姐，你下路的话，你下路这把玩的什么呀？我玩的娜美。娜美是吧？娜美吕归林。哎，你怎么带了个传送啊？你是不是带错了？侯归零，这叫游戏理解。啊，我说你带个传送是不是带错了？传送没调，根本就没调，无所谓的，我带什么东西都无所谓啊，我带啥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对面打野下去了，对面打野蓝开的，野就空了。哟，我觉着又有人头了啊，小螳螂。他好好刷野。刷什么野啊？没看到。team 在那站撸，你完全可以上去操作一下呀。这个小火龙好可爱呀，哎，没事，哎，捏一下还抬头，哎，哎，哎，再来，嘣，再来，漂亮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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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榜八的实力就在这儿摆着呢，知道吧？你姐，你别放你百心，好吧？我觉得你 OK 的， moment, 非常 OK 的，超可以。我觉得你是非常 OK 的。不都是二杠零吗？急什么？我没急啊。你说啥？说让你别急，才开始。不是，你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急了？你这是从哪里看出来？你不能，这莫甘娜的意思想把我 A 死呀？你就觉得我们都急啊？没事吧？啊，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急，你就觉得我们都急？没事吧？这莫甘娜。不能因为你自己急呀，真的。哎，前期是不是很缺蓝呀，夜魔？我前期缺蓝没事，我有那个，哎，那没有装备可以回蓝了，讲道理。你是困了吗？那个我要出个什么给你回蓝的吗？哎，你们家怎么也搞这套？我还以为只有我们这种，啊，没有那么厉害的才需要，啊。帮出装备呢？辅助啊！啊，你也知道玩的是辅助呀。我依稀记得上一把的时候，什么？啊，我依稀记得我上一把的时候啊，就问了一嘴，这给我一顿攻击。谁攻击？现在轮到你了，我怎么敢呀，君君？辅助，辅助不敢的呀，宁宁。辅助不行的人，辅助实力没那么硬的人。好的，杀吧。好杀，这
能行吗？就让他三个头了，阿凡呢？别慌姐，我还没六级，螳螂中期开始发力了，好吧？嗯。你得把优势打出来呀，毕竟他那个英雄好像是不是个后期英雄啊？他那个英雄。对啊，后期英雄没事，我这个也还可以吧。买个啥呢？看着很呆啊。七巫妖。你得赶紧把那个优势打出来。三项买了三项。好的好的。让他知道什么叫实力。我六级之后滚起来就特别好滚了，没到六级还是有点孱弱的。不能这么说自己，来，我来帮你，等等我。这前期的话，我都能领先他。打人怎么这么怕？不会玩呀？对他还是有点疼在身上的。后期他没法玩。怎么了？我帮我陪玩有问题啊？你给人出装备没问题，我帮一下我陪玩就有问题？这是什么逻辑呀？说破大天都没有这个道理的啊，周妮儿。就我感觉啊，你要不还是给那个皎月叫回来吧？哎。你别叫了，我双杀了，皎月来了，皎月来了，这能让他把头拿了，阿凡，好，我的天，哎呀，没技能呀，姐，没技能，我都给完了，伤害差一点，加个 W 呀，这个猛啊，哎，你人还怪好嘞，嗯，肯定啊，这俱乐部谁不知道我人好啊，你这样吧，你谢谢你周宁姐吧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中宁姐也是一片苦心。嗯，别别别姐，没有没有、嗯，一片苦心。啊，哦、没有没有没有姐，没事，我马上杀回来。哎、好杀好杀，看我操作好吧。怎么对面都在找这个夜魔送啊？怎么不来找我呀？哦，你没看到刚刚那龙女开大夜魔杀掉反杀掉了好吗？人机吗？人机、哦、那也能叫反杀？真的是很关注啊。人机吗？就多努努力，那我肯定关注他、啊、我不关注他我还关注你们家男朋友啊、嗯、真是，我的意思是你得有多担心他你才能这么关注啊。这上路感觉有魔鬼。就是喜欢看他操作啊，怎么啦？喜欢就好，我没有评价啊，我什么都没有说啊，你别又开始攻击我，好吧，我真的挺怕的、啊。九分钟九十一刀。哎呀，少啊！你净说那话少啊！这一天见我就怼，见我就怼。又拿吃你们家大米了？我怎么突然想起来就吃你们家大米了？哦，狂妄没出啊，差点忘了。我没怼你啊，我怼你什么了？周林又吹牛逼了，周林又出来吹牛逼了。那有时候不要太过分。发育已经无敌了，黑吧？这把发育已经无敌了。哎，阿凡，他去下路捡人头了。什么叫捡？两个满血。我就是那么一说，你不要急眼啊，这性格能行吗？他很急，姐。我是不急、啊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，真的。你最好是不急。我急什么呀？我们还领先一个呢，我能急啊。我们小火龙十分钟110刀的小火龙。嗯，我螳螂狂妄也出来喽。我说的好。发育有点肥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你们家刷龙了，出了三项有什么关系呢？跟我们？我没有说啊，我又没跟你说。好的呀，那我跟阿凡说吧。闭了。阿凡，你这个数据我暂时不太满意啊，你这样让周宁觉得自己要赢一样，你抽给他飘的，瞅瞅，下路有人投。哎，姐，别慌，别慌，真的，我马上要滚起来了。这个雪球，他那个。小火龙没办法，他手挺长的，我必须得刷，好吧？行，你看我这会儿我要拿人头了，我本来就能赢啊！你看我也拿，你看这龙女我也能杀呀，我也能杀的呀。姐，这个 TP 我感觉好像可以用一下呀，怎么说？嗯、行，没问题。懂的都懂。懂的都懂，那必须懂的能不懂吗？那能不懂吗？啊，不
不是，君君你干嘛去啊？你不来下路找我吗？遛弯啊，逛逛街。遛弯你溜到下路来，溜到上路来啊！你别这么玩吧，哎、不用这么玩吧。我怎么玩了？我遛遛弯有什么问题呢？不让人走路了，我真是啥顾你家的。我就随便遛遛弯，对不对的？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散个步都不让散了，这峡谷啊！就是说啊，怎么这么严格呀？你的吗？漂亮！嗯、哎，捡红到了，好 Q， 牛逼，不错呀！好，应该不是 Q， 应该是 K。这你疯掉了吧？十一级了，勾框 K 姐。不是你是不是疯掉了？这叫 K？ 没有，我没说 K 啊，我在说斗地主呀、啊。人家说的勾圈 K 有用吗？是不能出链子吗？有没有用？我们俩去中路啊！我溜到下路来了，你想去哪？你溜我没有用，我发育起来了，找我没有任何意义。找我。姐，没事，让他来。你现在让他，你先跟他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，他脏不了我。给他脏，没事。贼脏啊！你怎么话说那么难听？那叫保护，你懂吗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对呀、啊，我给你加血，看见了吗？还说我情商低呢，哥们。走开，滚远一点啊！别跟我搭话。哎，又走开了。我感觉你两个头了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啊、嗯。现在话都不让说了，好我的。你慌什么呀？你先我两个头了。哎，慌什么？到了。不慌呀，别慌了。美女，这不就追平了吗？你在，哎，你要回城吗？中路不要啦，中路这个头。刚出门，君君，你来下路找我，你别这么玩啊！我们俩你还这么玩吗？怎么啦？不是我溜溜弯怎么了？我真的有点不能理解，我玩会怎么了？姐，留个技能，留个技能，看准时机好吧？留个技能，姐，看你操作一波。我？你看我操作啥呀？他伤害这么高，这怎么操作？确实有点没办法哈、啊。他那个小火龙都斩杀、嗯啊，不好搞。对呀、啊。拿人头地好吗？有斩杀了吗，夜魔？英雄问题好吧？对他这个英雄到现在不太好，那个是完了被打断了。十四分钟你就有斩杀啦？发育很好。哎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露露伤害太高了。哎呦，可惜。可以。来来来，好、这个、帅，这个让他拿了。这个让他拿了，阿凡我可就有点不乐意了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姐，我手上没技能，姐，没事，差他一个。哎呀，那个这很好追的，只要拉差距不大，我后面他拿人头没有好拿的。啊，嗯，送就行了。你来干嘛呀？你也在这儿，你不是让我过来找你吗？走啦，你跟我走，你来，过来。哎，你让我来，我就来；你让我走，我就走。这是什么话？你让我过来找你，我过来找你。然后你要走，我就得跟你走。你能翻墙吗？你能飞不？嗯。那你别管。来，笑坏了。给我来了。啊！你抢也抢不到呀、啊！你抢不到呀！来干嘛了？你有斩杀，那肯定不跟你不好抢啊！那跟着我干啥呀？怎么了？害怕榜八打不过了？嗯，是不是？谁跟着你了？那叫保护你，哥们。不是，是不是害怕榜八？是不是害怕了？怕了吗？你要不是被打，害怕打两三，害怕打不过了，开始保护我了。嗯，对啊，保护你啊，怕你打不过我呀，让你多拿点人头呀、啊。哦，那行，那肯定得多拿一点。那这样吧，你姐多送一点呗。好的呢，对你姐多送一点头呗。你这陪玩人还怪好的呢。确实，姐，他不跟着我的话，我怕把这个榜八揍太惨了，好吗？也正常。有多惨？哟。哎呀，哈哈，
哟，你看人在旁边看着，手残力在旁边看着。你不也在看着吗？啊、你没看呢？一个 Q， 你怎么开刀还不放技能呢？啊，我就不放，我那我也不放，我至少开大刀，你啥都没开呢。哎，我还开 Q 了，我还放 Q 补刀了，你看。你开 Q 打兵身上了，对呀、啊，我也能打兵上。你该空技能了，还空大了，你没看到啊？你看我推塔了，空大那螳螂的大也叫能空的。你看我还推塔了，抢他怎么拿呀？有斩杀都拿不过，拿不了是吧？我都没拿助攻呀，我压根就没想拿这一波。又没拿助攻是吧？啊。拿有没有助攻？拿不拿得到？让你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拿你的话，这一波让你的，这头给你了。他等一下，等一下输太惨了，等一下。哎呀，拿不到就让，让哎、拿不到就让，好话赖话都让你说完了。哎，拿不到就让，那肯定得让你啊。来，这头你，来这头你拿一下，你拿一下。哎呦，哎，这头也是拿不上吧？哎、不好意思。哎呦，这不是机会来了吗？Excuse me， 这一下怎么事儿？怎么事儿？急坏了，急坏了！怎么事儿？哎，不用急了。对嘛，这才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嘛，对不对？不过你这样一说，我好像是有点急。我着急了。别急，到14-0了。真别急，是有点急啊。没有啊，我看拿什么装备来虐你、啊、我有点急啊！看拿什么装备来操作你？是有点急，急着拿人头，没办法，人头。赶紧把这个。怎么这么费蓝呢？这英雄，我再气你身血了。领先三个，这能行吗？哎，没有西兰刀了。你的气质啊！不慌嘛，姐，你看嘛，刚刚我说的，到中期我肯定领先他，对吧？我滚起来了，肯定是领先他。他刚刚领先我这么多，领先我两三个，现在我反超他了。你看我这个人头的这个拿人头这个效率肯定是比他高的。知道了，知道领先三个，别搞快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小心哦，死人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哎，我摔！哎，就站着打，就站着打。哎，可以，换掉了，换掉了。西兰刀必须得。我跟你讲，这叫机会。机会来了。姐，送吧，送吧，送吧。好。哎。哎。送。哎。没事，我们就差一个了。姐，杀死了是你的机会，对不对，阿凡？加油！你瞅瞅这中路这半血，整就完了。包拯呢？不慌吗？包拯，包拯都出来了。肯定包拯的。来，给你加个数。12级。小火龙。他已经开始了啊，他出来了。嗯，三个中路，三个，可以，哎、这个漂亮，哎，好可惜，有斩杀都拿不了啊，某人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不是，那你不来抢不就拿到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抢上岗吗？抢要罚款吗？我这是谁说的？哎、这好像是上把那个玩大童子的说的呀、哎，这不是我说的呀。哎哎、啊，好杀好杀！这人头能让他帅的。没办法，他手残，他在前面，我跟不上啊，我有八条腿也跟不上啊。哎呀，你现在就领先两个，再加加劲儿啊！没事，领先两个也是领先，没毛病。哎，周宁，你不是还想让你那个男配拿阿凡的奖金吗？嗯、啊，不自量力，后期英雄千万前面没拉头，千万别急。榜八和没有上榜的男配是有差距的，还是有差距的，看不出来吗？那不就拿到了吗？对面太脆了，得肉一点。早知道我就让那个榜十过来了，那就不太好拿了。跟他来呗，这么轻松的话。哎，现在你要主动换，那我可不能换了，是不是？这怎么我又没有说让你换？我就是我又没有说让你换，那还不能说，那还不能说。哎，他要拿这个头，有机会。后面跟好多人，他有个E技能能翻墙，太烦了。对。哎，你看能不能跳过去？没事，我打后面的，我拿后面的，一加一个， okay, 好吧？行、okay,
行行行，还是你先两个。但是，嗯，两个头好追呢。该支棱你得支棱起来了，让他一会儿滚起来了，我感觉老是跟着夜魔干嘛？我什么跟着他了？你要等对面入侵了呀？他打的前把他玩的后面的，不用啊，前期伤害肯定高。跟着了，那我去哪儿呢？来周末，哎，我在峡谷里面随便走都不行。你来找我啊，我都没有跟着你的蓝牌。没事，他又杀了，我这马上也杀了。我这提前庆祝，我半场开香槟，看到没？我说他杀了，我说我要杀了，我马上就要杀了。可以。半场开箱。中路有个露露，阿凡。露露看一下，嗯，他那一，哎，你绕这一圈是为什么？又死了，哎呦，又死了，哎呀，完了！不是你在干嘛？睡着了。哎呀，我，哎呀，我操姐，不是你刚刚绕这一圈是在干嘛？我以为那个露露会跑的，知道吧？我以为露露看见小火龙会跑的，结果他不跑，结果他眼睛被库尔隆起了。你这一下，你优势都让你的水平了，那能行吗？没事姐，我待会儿马上又追回来。我刚刚一开始也落后呢，我一开始落后，我还是追上来了，我还是优势呢。这会儿就让他领先一下，待会儿我又领先。没事啊，姐，小问题。直接火炮。人中，嗯，你现在反正就是这个数据，我肯定是不乐意的啊。姐，送，反正就这么说。好，没事，姐，不，咱你负责杀，我负责送。姐，你负责送，我负责杀。我们分工明确。哇哦，这是什么伤害啊？这是小火龙的伤害。交闪了，没事，英雄机制就这样的。啊，这种叠层数越到后期伤害越高，没办法。没事，他给我做嫁衣，我又 K。你让他拿了脸啊！他斩杀。你又 K 又没有 K 到，何必呢？我 K， 我拿到了呀，拿到一个呀。不能再推中路兵线了。你必须得把你的优势再往出打了，这会儿到了这会儿他已经很强势了，这个英雄。OK， 我也很强势了，现在。我现在姐你就这么理解，我们俩都强势，只不过他是手长版强势，我是手短版强势，知道吧？就他手比我长。嗯，我爆发比他高。嗯回家装备目前还没有成型，青羽来一个 ，OK。你满血回城干什么？再来个买装备啊姐啊，再来个对，买装备，再来个阴血剑。行吧。买个装备不能比他差，装备差了，有些人要 K 我头。训刃要不要出？谁 K 你头？某些人。你不要对号入座姐，我们是没看见的，我是说某些人。哇哦，你看他手长没办法，手就比我长，你这不行啊，这能行吗？好厉害，人杀俩你杀一个，这就不行了。我蜻蜓点水，我飞天螳螂，我护国螳螂来了，我飞，我又拿，还差俩呀。嗯，没事，不着急嘛。下路有头，哇哦，穿墙喽！哇，伤害好高啊！他这个英雄，好那个什么？对啊，他没办法姐，他又有斩杀，他又有过墙，嗯，又W 还有减速，他伤害又这么高，他手长没办法，他就是手长版的螳螂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嗯，那就是厉害啊。厉害的不是他，你没话说啊，是小火龙，是小火龙，知道吗？厉害的不就是他吗？他不厉害，小火龙怎么厉害呢？
厉害的是小火龙，姐不用跟他说，我这把看看那个榜八到时候怎么说啊，看他怎么说，怎么说？人那怎么有人头都不管拿呀？怎么让我杀完了呀？ Okay. 多杀一点，你现在还差我一个呢，肯定多杀一点，赶紧多杀一点啊！我就差你一个了。我差你三个我都打得回来，这边还有头解锁，我好歹是榜八，你在榜上吗哥们儿？你就跟我对话，你跟我有资格对话吗？夜魔我们今天就给他打过，给他奖金了，这里我整秀看到了，这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有没有一级人加个数？没事，可以了，点水送啊，送可以，我再送。